那我们就看这个最后的大决战了啊！最后的决战对于小南瓜选手来说也是比较划算的。他为什么不跑呢？他如果跑了的话，他拿不到优胜奖啊，因为优胜奖和前三名的这个奖励是可以叠加的啊。是啊，希望你赢。大头一的话加油是吧？你赢了我，大哥，下次你先跑，让我进决赛，我要打大头，是吧？这位这个右边未来这位选手，他可能他天真啊，善良的这个以为这个谢楠楠、谢北北啊，他是掉线的。那我指的他太天真了，那叫掉线吗？那叫战略转移，那叫战略性撤退。啊，那位大头鱼选手的话，这个拿宠物开刀啊，可能是想要这个采用这个打宠的方式啊。那他现在这个宠物是不占优的啊，属性啊现在占优了。哇塞，非常老的，非常老练啊！在这一回合的话，果断没有选择打宠，是选择了在这打人。如果这刚才那个套了个镜子，刚才那一下如果打了宠的话，直接就飞啊！哦，哎呀，石化，哎呀，这有点猛啊，这石化。逼对方换宠，套了个水属性，打了两千多血，有点给力的，差点忘了啊，在手机上面这个，手机上面现在都是同一场啊，都同一场，咱们手机上就不看了，手机上就看看场外的情况吧。那么场外的话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在这边看。低属性哦，直接再度石化。这个石化威吓呢，早期的时候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后来呢用的人为什么逐渐减少呢？石化的效果比较好，它有三个回合，麻痹的效果只有一个回合，但总体来讲的话，石化的命中率要比麻痹要低一些，所以的话这个用石化的人相对少一些，但是石化有的时候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。而这个经过我之前的测试啊，这个命中率最高的啊，就是这个，沉默、虚弱这种命中率非常的高啊。其次的话就是麻痹，再次的话就是那些石化、睡眠那些。混乱要比这个石化和睡眠稍微高那么一点点。远古巨兽，哇塞！这妹子都喜欢比较壮的，那这个巨兽比较壮实。他这么壮实的这个宠物打出来的血实在是才300多血，那你这用的是啥技能啊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南瓜选手，他刚才可以完全选择逃跑，现在不行了。在进入战斗之前，他可以像大头选手一样逃跑，然后呢，这个他就拿第三名啊，因为现在的名次小南瓜是第三名，但是他现在选择了打这一战，如果他打赢了，那他就是第一名了；如果他打输了，他很有可能就被淘汰了，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有点风险的。他如果打赢了，不但是第一名获得奖金，他还能获得优胜奖的奖金，双份奖励。但是呢，这个他如果打输了的话，他很有可能被这个大头鱼选手挤出前三啊！也不知道大头鱼选手他到底是这个多少分，他前面轮空应该是有轮空啊。他如果有轮空的话，那他只有一分，一分的话，那他应该上不了排名啊。他如果有两分的话，没轮空，留两分的话，那就尴尬了。一会儿这小南瓜如果输了的话，他就没名次了，连优胜奖也没有。
哦，这个其实套镜子啊，有好处有坏处。好处是这个可以弹对方啊，守护也是一样。但这个镜子它不能这个阻挡对方的控制技能，控制效果还是会上去。啊，这会儿的话，这个控了一轮啊，先控宠又控人，啊，然后这个转了对方属性，防止对方放火属性。我感觉这个大头鱼现在是有一点被动啊。好，放了地属性。哇，这个镜子，这是五次镜啊！这个，而且由于有一个乱名，所以导致这个上方选手完全失算了。那么这一波的话是上方选手这个果断宠物倒地了。小南瓜选手这会儿有点危险了，刚才我还说这个大头鱼选手打得有点被动啊，这个没想到这个被我话音刚落啊，这个被动立马扭转啊，采取攻势了。哇哇哇，这有点风险了，这有点大了。他的这个被连续麻痹啊，那么宠物很可能还是打人，我果然还是打人，好在没打中啊。哇塞，这个太险了，这你得赶紧回血，那这口血要是不回的话就完。好，石化，哇，这神来之笔的石化呀，在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石化，虽然只打了两滴血啊，但是呢他这个石化的效果比较好，他的这个石化技能应该等级比较低啊，等级高了的话应该这个打血效果应该好很多。又石化，哎呀，非常给力啊，这是连续石化。哦，下方就是果断选择了换宠，这个石化打人好像是没打中。哦，这个下方选手也是同样用石化还击啊，而且这一下的话，这个直接还击成功了。好，又换了这只非常壮实的宠物。我感觉这会儿上方选手反正没有找到突破口的情况下，可以把自己的血给他回满，要不然这个到关键时刻，万一被对方这个万一啊，到时候就尴尬了。哦，这个是硬怼的，这个冒着你镜子的风险，我硬怼你一下，把你控掉，这样也自身也是有一点损失的。喜欢看咱们这个怀旧直播的兄弟们，记得右上角的话，这个订阅点一点啊。完了以后的话，这个左下角这个宝箱啊，这个没领的兄弟们赶紧领一领啊，把这个谷粮给咱丢一丢。这个石化可以是吧？我也觉得这石化可以，这石化实在是神来之笔啊！这个想每关键时刻的话，就把它给石化了。哇，4500，哇塞，这一波转向非常给力啊！这个肯定不是这个石化打出来的，嗯，这肯定是换了技能的。这下的话，针对性很强。难道大头鱼选手的话要落败了吗？成功控上大头鱼选手，这块大头鱼选手的话风险是非常的大的，这块啊，大头鱼选手的话这个人龙啊，这个绝对是复古的这个风格啊，用的都是这个1.82的宠物。
好了，主播回来了。那么战场战斗已经打了64个回合了，在经历了这个多轮的这个优势的互转之后啊，现在的话依旧没有办法看清楚局面啊。就目前来说的话，上方选手好像又被飞了一个宠物啊。那么刚中间刚才有没有被飞，我就没有留意看了。上方选手好像这个宠物啊，打了一半换宠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，可能是为了这个属性的克制啊。好，石化，上方这个石化流这个打的还是比较这个老练的啊！哇，这个下方也是这个一被石化立马换成了，对吧？有没有石化成？啊，没成功。啊，世界上出现了啊！那一线的话，火妖王出现了。火妖王的话是在火城的这个世界 BOSS， 通过挖这个藏宝图啊，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火妖王。哇塞哇塞哇塞，这个大头选手这就尴尬了。
一大路花神的门，烛影红，风轻松夜色冷，夜雾美，婉转提灯孤灯，天涯远，看烟雨红尘梦，青丝稳，思绪流转痴心等，花影随，看此生有谁懂，几素锦，东风依旧盼相逢，长发冠，君心伴此生。八几流年望苍穹，夜已深梦已冷，花轻落，等你一半今生。云如烟，写一世红尘梦，千纸舞，青云流转琵琶声，盼流年。哇塞，这一波的话，这个大头选手非常的老辣呀，这个宠物居然有中犬技能，完了以后的话套个镜子直接要中犬，这一招实在是给力啊，这个中犬的话满分啊，这世界都在喊满分啊，这绝对是66啊，哇塞，这个更溜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上方选手，这个小南瓜选手，他的这个，哎呀，他的这个爪子的实力也是满分啊，这太猛了。你用中犬把我给挡死，我用爪子把你给打飞，哎呀，这个大头选手还有没有宠物啊，这双方的话这个打了82个回合了，现在基本上都是弹尽粮绝了，这个跑了你别想第一，哈哈哈，这个大头选手你也太傻了，你跑了他怎么会不是第一呢，你跑了他肯定是第一呀、啊、这个哈哈哈哈，小南瓜这个哦，大头选手应该是对谢北北说的啊，那么这场战斗的话，最终的话是这个小南瓜获得了冠军啊，我们恭喜这位妹子选手啊，没想到啊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我刚才说了嘛，这个场里面妹子特别少啊，这个他就拿第一了吧，那妥妥的，还有这个我看好的谢楠楠，他是不是第一第二名，所以我之前啊赛前的预测能力基本上我的这个我的胜率基本上在99%，那0.1呢就是因为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偏差，那这个排名有一点点偏差，但是总体上来基本上都差不多，对吧，妥妥的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话差不多也就直播到这里了，这个场内已经没有其他选手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位这个妹子选手了，那个大头鱼选手的话这个差一点就能夺冠，但是非常可惜啊，这个非常可惜这个没能击败这个小南瓜选手啊。最后的话这个今天直播的话差不多了，喜欢看直播的兄弟们右上角的话记得订阅点一点，完了以后的话这个有这个虎粮的赶紧丢虎粮啊，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虎粮啊，好了，那么今天就到这儿，下次的话这个咱们继续，如果想跟主播一块玩的啊，兄弟们可以在这个看一下直播公告啊，进一下群。